黄飞鸿电影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从一开始他就将匡扶正义、报效国家的理念鲜明地展现出来。黄飞鸿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之情的武术大师，又是一个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一代名医。作为民族英雄，黄飞鸿不仅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正义形象，也是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来体现的。正是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那种自尊自强的仁者气度，才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坚持自我、面对世界的宝贵精神支柱。香港电影培养出了像李小龙这样的超级功夫片巨星，而黄飞鸿电影也一直作为这支浩浩荡荡的功夫片大军中的主力部队而引人注目。通过这些电影人的努力，武术这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技艺得以在银幕上大放异彩。真实的黄飞鸿是一代武术大师，他的武术造诣代表着中国南方，尤其是广东一带的主流和最高水平，因而黄飞鸿电影也一直是香港功夫片中正统功夫的代表。无论哪一代黄飞鸿电影都会在武打设计方面精益求精，这些香港电影人多数都有武术背景，他们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向悠久灿烂的中国武术文化表达他们的崇敬与热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香港电影的再度繁荣催生了著名的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一批具有西方电影教育背景和作者气质的电影导演开始投身到商业片，特别是动作片的创作当中。他们当中就有被称为电影鬼才的徐克。1991年到1997年期间，徐克的电影工作室接连推出了八部黄飞鸿电影，他自己本人导演了其中的三部，并担任了其余五部的监制。徐克将其崭新的电影思想贯彻到了这八部黄飞鸿电影当中，恢宏大气的动作设计，动感强烈而又别出心裁的镜头运用，
加之黄飞鸿电影那一贯的大义凛然、自强不息的民族主义情感，使得黄飞鸿电影再次续写了中国功夫的神话。徐克在自己的黄飞鸿电影中选择了继李小龙和成龙之后的第三位国际功夫片巨星李连杰饰演黄飞鸿。之前李连杰因为主演影片《少林寺》已经在华人世界拥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但正是因为出演黄飞鸿这个角色，李连杰的演艺事业才更上一层楼。在影片中，他全面地展示了自己超凡的武术造诣和精湛的表演才能。他吸取了关德兴等老一代演员刻画黄飞鸿这个人物时的长处，着重表现黄飞鸿作为一代武林宗师的气质和风范，同时又成功地刻画了黄飞鸿在中西文明剧烈碰撞的年代中那自卑与自傲不断纠葛的矛盾心态。比起关德兴的黄飞鸿，李连杰更加内心化，情感也更丰富。比起成龙的黄飞鸿，李连杰更多了王者之尊的大家风范，也更真实地融入到那个特定的时代。黄飞鸿电影将最浓重的笔墨落在对大时代背景的书写下，通过一个不断转变又坚持自身的黄飞鸿，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西文化冲突之下的乱世景观。而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黄飞鸿电影系列才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功夫电影的巅峰之作。在众多武术电影当中，成龙的电影可谓是继李小龙之后有一颗照亮武术电影的星星，极具代表性。成龙原名陈港生，就是香港出生的意思。他
祖籍山东，六岁开始便在香港余占元中国戏剧学院寄宿，双亲则在海外工作。戏剧学院训练严格，成龙除要学京剧唱作外，还要苦练武打与杂耍。李小龙曾到美国深造，沉迷阅读又爱藏书，成龙则从未正式入学校读书写字。戏剧学院解散后，成龙与几个师兄弟在电影界找到工作，他们甚至还替李小龙的影片出过力。成龙最初在嘉禾当龙虎武师，其后逐渐冒起，先当上武术指导的副手，后担纲主演，成为众多的李小龙的模仿者之一。直到1978年给独立制片人吴思远借取拍功夫喜剧片《蛇形刁手》后，成龙的事业才如日中天，没多久便成为香港叫座力最强的影星，更是在1979年《笑拳怪招》中当起导演来。成龙与李小龙一样，也修炼不少门派的功夫，除南北派国术外，还有韩国和气道与日本柔道，可他却只管将自己的功夫叫做杂碎，从没想过自立门户。从影以后便只管把各家各派的武艺混在一起。比如在《醉拳》这部首次赢得巨大票房成功的影片的最后一幕里，成龙面对的是韩国武术家黄正利，他是功夫片历史上最优秀的腿技大师之一。这是一场激烈而且非同寻常的格斗，主要表现富有戏剧色彩的醉八仙和黄正利的跆拳道之间的决斗，快速、有趣和激烈，观众看得赏心悦目，没有不为这精彩的武术打斗而叫好的。成龙再接再厉，以真正的喝下高浓度酒精的勇气，在《醉拳二》中运用一种融合了南北派技巧的杂合型功夫来对付泰拳冠军卢慧光，同样收到了好的视觉效果。同样在《师弟出马》这部影片的尾声，成龙的一场武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永不言败并顽强战斗的一面。整场打斗约17分钟，观众都看得疲累至极，成龙除遭拳打脚踢、掌刮膝撞外，还给硬拖重踏、挨揍翻滚，甚至倒地不起。他在无计可施之下吞嚼烟草汁，突然变得力大如牛，克敌制胜，飞腿把金脚带踢出了整个宽银幕画面，让观众记忆深刻。他说，我为痛苦而生，即使年轻时便已爱上痛苦了。因为在《师弟出马》这部影片中和成龙决斗的是和气道大师黄仁植，他的武术给成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下决心要向观众展示这种韩国格斗术的力与美。
为了最终击败这位大师，成龙使出了全部的传统武术技巧，像傻瓜一样冲了过去，挥舞双臂，用头、双拳和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攻击黄仁植，真的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成龙面对困难时勇往直前的率真个性及打不死的精神，仿佛正是为了象征香港的现代形象而塑造的。而香港形象的另一面也体现在成龙的处心积虑地走国际路线上。李小龙已把猛龙过江的故事背景选在罗马，但成龙才真正足迹遍全球。他的影片中的战场除伸展至日本霹雳火、俄罗斯及澳洲警察故事四之简单任务外，还直达北美红番区，甚至远至南非我是谁。此外，警察故事三之超级警察从香港到内地再到马来西亚，飞鹰计划则横跨亚欧两洲，更远走至撒哈拉沙漠。同时，成龙对于一部国际片要有什么卖相而胸有成竹，他对包装极其重视，不仅显示香港文化对国际水平的触觉越来越敏锐，还反映香港电影业正努力制作更多外贸专业的影片。他通过世界驰名的中国功夫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由此他进军好莱坞，事业如日中天，接连拍摄出几部大片，又一次让中国武术在银幕上征服了全世界。武术运动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城乡人民强身健体的主要内容和手段之一。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全国各地武术馆校的建设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据统计，截止1999年底，全国共有武术馆校约10000多所，参加武术馆校设战活动的人达到数十万之众。全国各地武术馆校的兴起，不仅为武术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带来了活力，而且
对武术运动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武术管教即武术馆和武术学校的合称，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概念。所谓武术学校，是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在学好文化知识的同时，根据武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系统学习武术理论，进行武术技术训练，并具备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武术教育机构。武术馆则是以培养武术专长为目的，开展非学历武术技能训练，并进行武术理论知识学习的武术培训机构。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种是学历教育，另一种则是非学历教育，这就界定了各自的办学性质。为了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武术活动，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国家体委在1982年的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发出了关于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建立各种武术社、辅导站、业余体校、训练班等的通知。在这一通知精神的指导下，各省市区相继开始组建不同形式和规模的武术馆校。经过1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至1991年底，全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武术馆校在进行武术教学训练活动。1992年，在全国第二届武术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新的目标，力争到1997年，使全国1/3的县有武馆，2/3的大中城市有常设性武术馆校和训练基地。各地根据这一目标，使得武术馆校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在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后，目前已有武术馆校12000多家，小学和初中是主要的办学层次，分别占27%和46%，而这一层次的武术馆校都是小学、初中合为一体，单纯的小学和初中武术馆校则极少。高中和职业中专层次分别占18%、9%，这一层次的招生以学生个人的志愿和家庭经济基础为主。一般来说，学生如果有志于进一步探造，并能交纳一定数量的学习费用，都可能被高中或职业中专所录取。这些学生在完成高中学业后，一部分直接升入职业中专，另一部分则参加工作或从事其他的职业。武术馆校的办学规模有大、中、小之分，规模大的武术馆校，其固定资产在数千万元以上，学员达数千人之多。
中等规模的武术馆校及资产在100万元左右，学员人数在200到500人之间，而小规模的武术馆校仅10几人，投资甚少。就办学规模而言，以50到100名学生和200到500名学生规模者居多，分别占47%、30%，1000名学生左右的武术馆校占15%，2000名以上者仅占8%。不同规模的武术馆校不仅在教学训练的质量与效果及育人环境上有较大的差异，而且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其办学的业绩和水平。规模在中等以上、硬件设施完善的武术馆校表现出较好的办学效果和育人环境，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又能表现出较好的德、技、能。这类武术馆校多属于集资联办和资本雄厚的个体经营者，他们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师资力量也较好，并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社会效益甚好。而小规模的武术馆校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论教学训练质量与效果，还是学员的整体素质，都不能与大中规模的馆校相比。这类武术馆校多为资金较少的承包者和条件较差的个体者。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武术馆校办学的必备条件。调查表明，在基础设施硬件的建设上，各省市仅有少数武术馆校在场馆建设方面是高度重视的，但是大部分武术馆校对场馆建设还没有什么要求，特别是私营性馆校，他们一般只有很简陋的场地，根本就没有建馆之类建设设想。在文化课教室方面，大部分武术馆校以临时租用民房作为校舍，教学条件十分简陋。仅有少部分武术馆校办学条件好，训练水平高，并在社会上有一定声誉，做到了有专用的文化课教室和标准的课桌椅。另有少数武术馆校是文化课教室与室内训练场地合二为一，既是训练馆又是文化课教室。在这方面，几所国内著名的武术学校是很好的典范。塔沟武术学校是嵩山少林寺确认的直属武功训练基地，坐落在天下第一名刹
嵩山少林寺东约一公里处。塔沟武术学校由著名老拳师